医生教你对付各类型鼻炎的小秘方，非常全面，非常实用，收藏起来。养生、保健、中医、鼻炎、萎缩性鼻炎、过敏性鼻炎、白萝卜、红霉素眼膏、大蒜，点击头像关注更多养生知识，将会持续为大家更新实用的养生知识，愿每位读者一生健康平安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别忘了按赞哦。